辆大卡车开过来了，卡车上的彩虹门依次打开了。哇，卡车上装的是神奇的魔法袋。四辆平板小车开到卡车的旁边，黄色 yellow， 黄色的魔法袋跳到了平板车上，蓝色 blue， 绿色 green， 红色 red。小猴子打开车门，从车上跳下来了。他手里拿着一个小锤子。小猴子跳到了平板车上，来到红色的魔法蛋旁边。那，这是汪汪队里的毛毛。小猴子继续砸绿色的魔法蛋。这是哪只狗狗呢？这是汪汪队里的灰灰。接下来砸蓝色的魔法袋，这是汪汪队里的阿奇。最后来砸这个黄色的魔法袋，这是汪汪队里的小丽。狗狗们都太帅了，